心的目屎，雨也慢慢流离我海。我来尊公，你是健身网红，像你要跟单的 pose， 你应该做会到。相公，我做袂到，做你看。真好，继续保持，别变阿笑就好啊。即摆甲你的身体放较轻松的，搁较轻松的，说出去。既然你做袂到，就卖勉强啊。摄影师，今日翕的相片后置修图的话，没，我得做，你看。你完妆吧，啊！我卡刚那漏掉，你赶紧当给我扶出来。哦，来来来，这衣哈，来，夹好哈。我不要都夹了，你赶紧当扶我去你的办公室休息困起来。好啊 ，Rose， 我要先扶最起开这边办公室哈。哦，我弄那夹哈。嗯，睡衣哦，睡衣哦，睡衣哦。来，叫老，叫老队来，睡衣，对对。哎，你不看睡衣，对，你夹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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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。多谢你，我有缘。好，我跟阮太后即摆就过去。好，再见，小军。差不多要出发了，可以玩来等啊。小军，夏军，你叫我？是啊，准备要出发了，你是在想啥？我咧叫你，你拢无听到。我阁会当想啥？当然是想你的旧情留留才稳啊。昨日礼拜，阮爸办公室了，有感觉我心肝头有一粒物件跌咧。真正足无爽快，唔知伊到底想要变啥物。你想伤济啊啦！我想伤济，若无你甲我讲啊，这个世界遐尼济人做设计，为虾米伊偏偏要甲阮爸合作？伊的目的到底是啥？唔是恁爸主动找伊合作的，就算是阮爸主动找伊合作的，嘛是伊挑工设计，和阮爸找伊合作。伊今年去评选好好做老师。今麦阁找阮爸合作，世间无遐尼啊拄好个代志。就算讲伊有目的啦，啊，不过今麦嘛无任何个动作，等伊出招后，咱再想办法对付，安尼唔着好啊。到迄个时阵已经袂晚啊。我今麦真正愈想愈奇怪，我是转去公司过会好啊。嘿，你要转去公司哦？啊，不过我已经甲吴议员约好啊呢。是你约的，那安尼你家己去就好啊。这是阿婆做会出席的活动诶，我家己一人是要哪去啦？要选人是你，毋是我。啊，主角有去就好啊。亚旭，你卖安尼好无？我已经答应人啊，才进前你嘛答应我讲要做会去啊。无安尼啦，你去拍一个招呼安尼就好，好无？袂用诶，只要有流量问题，我一分钟后拢无法度放轻松。我即马就要回去公司啊，拜拜。哎，亚旭，夏旭。哎呀！来，先啉水，休困者。安可，是嘞啦，想袂到伫咧翕宣传照的时阵发生安尼意外，搁去耽误着拍摄的进度。你就讲啥啦？你就讲意外，那有啥物好拍摄啦？卡漏着，不如先甲拍摄取消了。我再叫亚军哦，另外安排时间，吼。嗯，别急别急，啊对吼，我伊都。阿哥。哎，这是家己安尼。唔对，我要叫你原谅，因为我无希望你做我的长辈，我爱你做我的查甫人。不不不，你别安尼，来来来。我唔管，我就是要安尼。原谅，你应该知影我早就介意你啊，敢唔是？
崔吉卡，你是小娟的学姐嘞，我把你当作查某囝来看啊。我才不会做你的查某囝嘞，我要做你的查某人。因为你是这么温柔，这么体贴，对我是这么疼，上过关心。我今天愈来愈介意你，我甚至无法度离开你啊！你放开我！唔通啊！崔吉卡，刚刚你无介意我，是我无够水，是无够好，还是你感觉我配你袂起啊？不是。你的条件真好，也是一个真水的查某囡仔。既然你感觉我真水嘛真好，为什么咱都袂用呢？当然嘛袂用嘞，我是小娟的爸爸嘞，咱两个哪有可能发生这种感情的代志嘞？哪会无可能？即马拢什么年代啊？只要咱两个互相有介意，年纪根本都唔是问题啊。而且对我来讲，你唔是小娟的爸爸，你是一个迷人，够有气魄，一个我足欣赏的查甫人。文亮，我今天就带你。不，杰西卡，你听我讲啦，你今麦个少年，条件阁这么好，你一定要找到一个吼，适合你的对象。我唔管，我就是跟他拍。不，我已经有对象啊，我。那你介意的人，是不是就是 Rose？ 我敢有比伊较差？不。刘嘉文，你是要去倒位啊？是不是想要找机会跟阮爸赛两下？是恁爸女朋友卡无顺利去闹着，我提兵负担要回兵夫啊。阮爸的女朋友是啥物？恁好姐妹啊 ，Jessica。你是头壳歹去哦，底下有袂讲话。Jessica 是我的学姐，也是叫阮爸爸 uncle 的人。你哪有可能是伊的女朋友？恁爸对伊是毋是有意思？我是毋知影。不过我看得出来 ，Jessica 对恁爸真内情，真有兴趣哦。李佳文，你莫假准啊！你讲这种白贼话，就会当使人我甲 Jessica 的感情过。你若是毋相信，你当家己去看。不过你千万毋通太过冲动，无弄忙就冲入去，啊万一……破坏着 Jessica 跟恁爸的好事，影响着恁姊妹的感情，安尼就唔好啊！你负担得起？文亮，只要你无结婚，我就还阁有机会。我唔管你介意啥，我拢会让你了解，我才是上好、上适合你的人。所以。你妈，你都记住我好不？Jessica， 我你，我唔管，我一定让你看到我的决心，我绝对袂放弃。Jessica， 你听我讲 ，Jessica， 来，你 ，Jessica， 你到底在做啥？亚军，Jessica 哈，卡漏掉，我回到家休困，你给我给照顾，我好带事情出来啊。君，你听我讲，你误会啊啦！我误会啥？我真正脚底漏着啊！我今麦脚真足疼，我连徛都拢徛袂好安尼，真正啊！来，这哦，我传闻的。啊！你啊！你这根本就是在修理我啊！你讲啊，我为什么要修理？你是做什么好代志，需要我教示？我是讲啊！我只是因为啊，只是因为啥？我一直拢知影你想要结婚，但是我想袂到你竟然动了真，动去阮爸头壳顶。你搁常常来阮家找我开讲，你搁叫我找阮爸来看你翕相。原来你就是孝顺阮爸对吧？你是我的学姐，你是叫阮爸 uncle 的人诶，你敢知影？亚军，我安尼就是因为我唔管你有啥物理由，我拢无想要听。你明明就知影我无想要有人甲我抢爸爸，你竟然搁安尼做？亚军，我甲你的感情到这为止，咱以后连朋友嘛不愿做。你马上跟我出去。亚军，出去。亚军啊！出去。亚军，你莫伫遐假啊！你马上想跟我出去。亚军，你给我走！啊，你给我听，亚军，给我走！
些物件，啊，你唔通四界学袂走哦。哦，你放心啦，我会好好踮喺厝诶，袂学袂走啦。安尼，我念咪得等啊。哦哦。今麦过会当创啥？我系来台湾是为着要趁钱，分担阿英的辛苦。啊，不过今麦说什么代志都袂当做，爸伊后悔是要安怎啦？嘛袂当干那靠阿英一个人啊？敢讲？我干那会当一直关在这间厝内底，唉，还是打电话阿英，稍加关心者。哎，阿妈，是我啦，我阿爸登去越南啦，嘿，我今嘛。踮咧湘美，还佫追王姐姐啦。嘿，啊，你最近过得安怎？啥？歹状况愈来愈歹啊？哪呢？啊，不过即马也无薪水，你赚的钱也无够，爸是要安怎啦？卖哭卖哭，你先卖烦恼啦哈，我再过来想办法哈。那有甚物消息？再随时跟你联络，好、哦，就先安尼啦，啊、哦。唉，我袂当管你继续落去啊，爱赶紧敲电话给恩孙，问看卖是毋是有甚物工课会当做。啊，最近警察哦，拢咧掠非法外劳，我看咱也是较本分的啦，卖搁伫遐中介非法外劳啊。对啊，非法外劳吼，伫台湾嘛真无保障。你想吼，因离乡背井来遮打拼，嘛真可怜的，对不？你怎啦？是阮泰哥。紧张，紧张。泰哥啊，你即马搁敢打电话来哦？哎呀，你去问伊什么状况啊？太狗啊！你即马伫咧倒位啊？你莫这样大声好不？哎，提来啦！哦，安怎？开过伊？喂，太狗，你有听到无？啊，你即马伫咧倒位啊？人够安全？我即马伫咧台湾啦，人就安全嘞。哦，那咧，你即马咪伫咧倒位啊？嘿，我袂当互因知影，我即马咪伫湘美，啊，去追王姐姐。再袂去联络着因。我即马踮伫我一个朋友家啦，哈哈，无问题，过得足好诶。我打电话你哦，是想要问看卖，是毋是有啥物工课当介绍我？阮爸爸即马足需要用钱啦。你搁想要找头路？无问题。也毋过吼，咱也是咱先记一面才会使啦。真实诶哦，真正有工课当介绍我啊？有哦，当然嘛有。我知影有一个工地啊，哦，薪水真高，而且真欠人。哎呀，不过迄个工地真臭呢，所以阮至少爱先了解你的身体状况，来跟你勘察。啊，你若是想要这个头路，爱赶紧来阮办公室哦。哦，啊，若无真紧就让人抢去啊。无问题，无问题，你等我，我随到哈。拜拜。啊，你是轻小心啦哈。伊即马即个状况，你阁甲伊介绍工课，你袂记你警察有甲咱警告啊？好啊，你即马是头壳在甩啊你！我若无安尼讲，伊敢会出现？即马我来通知会庭啦。你安尼讲嘛有道理呢吼。手机啊。哦，歹势啦。唉，我本来发表南洋小吃系列哦。若是未赴开发，可能就真正要放弃了。知啦，吼、哦，太
就到底是走去倒啊，拢无消息啦，真正互人足烦恼的呢。都一直都无伊个消息啦，就干来当哦，该起我。干来当安尼啊？宋杰，哎，妈，宋杰，你哪来啊？对啊，你今天干无要紧啊？哎呦，我要紧啦，来来坐坐坐。啊，就拄则我去病院回诊，阿顺咯过来公司看麦啊。姐姐，哎，宋杰你，你来啥？姐姐，我有物件，阿你签名吧，一千块钱。喏。宋盈丽，你身体敢拢好啊？怕算不等下上班啊？是。哦，然后拄则哦，等下病院回诊，阿顺咯，过来公司看麦啊。哦，原来是安尼啊。公司代志你免烦恼啦，非得我甲俊杰拢伫个，没有问题啊。杰兰啊，你敢知哦？迄俊豪最近提出的计划案哦，一直我拍钱的。虽然你人不伫咧公司，不过我是根本无咧放水的，照常甲拍钱拍甲假死。我知影副总吼，你对我的提案一定会特别照顾。俊豪，我相信你好阿做，顺哥绝对会支持你的。李俊杰，那等阿妈在世，转去我国外的户头时阵，我就看你变怎样摆。啊，歹势，我接不接电话？喂，甘小姐。啊！乱太久，就当没去恁公司。哪里公司跌倒？好好，你把地址传给我。嗯，好 ，S G 的托下你。嗯，待会见。好，拜拜拜拜。我乱太久的消息了，已经就当没去 S G 的中介公司。哇，想不到这么紧就找到我了哦！哇，但我若看到伊，我一定会当认出来，伊到底是不是有志？千里千里来，是生还是死？总算会当有一个结果啊！妈，哪有你有志走出去啊？我爱赶紧想办法，叫妈把你有志抓回去加油钱。来，咱进来去。对对对，过来。俊豪，稍微去。哦，对对对。阿姨。啊。我脚咧疼，我带个客户开会，阿无恁去就好啊。就这个客户比找爸更加重要啊。刚刚你是咧烦恼爸，若是回来，你就无当继续吼管理阿妈的财产啊？我哪有可能咧想啊？那是无做未来啊！啊无好啦，我甲恁走去，也唔过我脚咧疼，可能无当开车咧。啊，那遐尼多好啊！哎，别急，别急，别急，车我来开啊！我甲足惊哦，迄个开着车哦，变成是苏烈的车。啊，无哩，你甲迄中介公司的地址传我，我等下替俊杰报咯。哦，好啊。啊，行。塞面好，讲真经啊！你穿这蓝白拖比咧穿白更加好看，尤其是哦，你为着要让你的脚哦，卖咱继续老化，吼，脚翘到这尼啊高，变作敢那王爷同款，真正不了气势哦。李俊杰，你一路安尼甲我开，你拢袂欠钱？袂啊啦，哎，下当在你这位王爷哦，我规个精神拢来啊，哪会欠啦？你今日干嘛去讲啊？较专心开车的。好啦，我专心开车，专心开车。妈，你敢看到我传给你的地址啊？我已经被找到去啊！妈哪一直都无看到我讯息啊！刚才落去，真正白富，组织开会去做旅游记，啊，即马伫咧车顶，阁无方便敲电话，到底是变做啥好啊？你毋是讲要替我导航，啊，等下要耍手机啊？你到底是要暴露？某，你看，
先直直行，等下叫我。我的导航小帮手叫我直直行，我就直直行，勇敢甲向前行。哦，你开一个车倒来，真侪人讲哦。哎，开车若是无讲话哦，就爱困的。啊，这唔，你唔捌坐过团，你唔捌啊？啊？你坐过团？啊，我当然嘛无啊，我是咧讲耍笑的。哎、欸，对了妈，我咧想哦，这条蓝条就那真正是爸，安尼应该是当作是无落海的时阵向救走，啊，结果哦向踹远了去。那当初是海巡找足久，拢找无伊的人，所以你安尼讲真有可能，是讲，他说伊若真正转来台湾，那安尼想怎无来找咱？这点我感觉足奇怪。我想到啊，一定是嘛跟我同款，失去记忆，所以才无当爱跟咱相认的啊。哎，这嘛有可能的。阿母跟阮太舅在外人，有爸爸跟小妹，这是要怎解释？这点确实需要我清楚。我是讲慧婷，你不是讲阮太舅一直外人，有爸爸还跟小妹啊？啊，除了因以外，敢还有其他事？譬如讲，你妈妈。我是无听伊讲过的，我感觉应该刚刚有爸爸跟小妹两个亲人了。哪里就奇怪啊嘞？啊，因哪拢无提起伊的身世？这有啥物好奇怪啊？伊就是一个外人来黑工啊，有啥物知伊的身世啊？哎呦，看起来敢那无啥想要出头啊！李俊杰，你卖不要敢那想要乌骨头我跳好不？拜托，啥物我来乌骨头你跳？哎呦，拢是你家己用恶家己跳，敢是啊？李俊杰，好啊，两个人莫啊搭水果啊！我跟你讲啊，不管安怎，只要我看到阮太舅这个人，我就知影伊到底是不是恁爸爸。有影啦，讲遐济我拢无路用，是够见面仔吼。妈，我传一个语音档给你。赶快讯息！哎、欸，啊是要换阿妹啦！你讲呢？我刚继续开哦，起要开到昆顶去啊嘞！去过头啦，拄只应该换啦。啊！哎呀，我拄只都叫你莫一直咧耍手机啊，你都唔听。我咧讲啊，你的手机啊藏伫我的头前，我看到啊，啊你唔接到，骗来啦！哎、欸！你个细的俊杰，豆豆开，安全第一。妈，你放心啦。这件事啊，若是柯有英真正记得你幼稚，那安尼不管伊敢有想起过去，我甲阮妈所有付出，都拢总乌有去啊。哎，顾总理，你好，你好，别，阮太舅伊人正要来倒位。哦，应该马上就来啊，请你阁稍等一下啦。系啦系啦。真正是足紧张足刺激个啦，是这个阮太舅真正是爸，吼，还真正世纪大重逢，还放炮啊！哎，慧婷啊，吼，你也讲得上大啊。对啦妈，是讲你若是哦，看到阮太舅，你也较控制一下情绪，唔通一看到伊哦，就惊到讲袂出话咧。是啊，伊若真正是恁爸，咱李家真正好好甲你切脱声咧。没有啥，阿姨你别遐尔客气啊，即马要我阁确定阮太舅就是俊杰爸爸。对了，哎，水哥，哎，要讲哦，陈小姐啊，那是一摆你只要替我找到我们爸，我跟你讲，我一定包一大包给你啦。哎呀，阿 Ben 呐，阮做中介吼，想袂到可以当倒三工一场世纪大重逢啊！马上是功德一件啦，比赚钱较有意义。妈那伊都无回我的讯息，我真正要急死啊！哎，啊，你是咧讨什么大费啊？敢讲来找爸，你总唔情愿啊？啊，无啦，我是咧想讲吼，若去耽误一个客户的会议，恐惊会去影响到咱产品要上市的时间啊。咁安尼，咁咱落去嘛毋是办法。过去，我催个李友志冻伫门口。阿姨，啊无，我催门口甲客户讲一下电话啦。哦哦好，你去报应啊。无啊，等下，你毋是讲你脚咧疼？脚咧疼，就莫安尼死，今日行来行去，有啥物代志，再讲就好啦。刚才讲啊，这客户若是有啥物问题，拄好我甲我妈拢伫遮，会当替你解决问题。除非你甲客户有啥物袂使讲的秘密，袂当我们知影。
安尼永好的时间已经过这么久啊，拢无看到人呢。迄个拢真准时啊，奇怪。啊，敢会是伊有啥物代志叫耽误着啊？恩水，啊无你紧敲电话给泰哥看麦。哦。妈总算是看到讯息啊，也不过安尼介好。您拨的电话未开机，请稍后再拨。泰哥手机啊，敢若是关机啊嘞？啊，啊哪样啊？无拜托呀，甲卡一百块买好吧？好。免烦恼，我已经载回去了。妈已经把李有志载回去啊，安尼一切做好诶，我会当放心吗？泰国手机也是无开机呢。啊？哎呦，安尼是要安怎才好啦？可以安尼等落去嘛，毋是办法。阿姨，而且你即摆身体嘛袂当伤忝诶，还是你先回去休困。对啦，阿妈，你先回去休困啊。我甲飞伫老丹家等就好。吓啦，免烦恼啊。但我已经等了遐尔济年啊，今日就算我爱等到天光，我嘛要等落去。好啦，你若是要等，阮就陪你等啦吼。恁就多等啊，不管等偌久，理由一拢无可能出现啦。我不是叫你卖走出去，是安怎你拢唔听话啊？你敢知影你拄只若真正入去？无得，甲警察已经在内底等你啊！你即马人都已经在警察局内底啊！你敢知影你安尼做，只有可能去拖累着阮呢？你哪会当什么代志拢干那顾你家己啊？歹势啦，小妹，啊，就因为阮爸爸足需要用钱的，我才会这么啊着急，想要赶紧趁钱寄到越南嘛。你有爸爸要饲，我嘛有妈妈要顾呢。你就有答应我，讲你袂走出去，是安怎过安尼做？你敢知影？我真正都讨厌人讲话无算话。既然你这么讨厌我，我看我是先离开好了。无我踮在这哦，什么代志拢袂当做，阁会甲你惹麻烦。歹势，我来收我的物件。你袂当走啊？啥叫袂当走？因为我有答应爸爸。讲我会好好照顾你。啊，不过我规天踮咧遮，无代志做嘛，无多趁钱，无多寄钱转去越南，我真正足惊遐个，我袂当甲你看阮小妹一人伫咧趁啊。好啦，你是莫烦恼啦。伊若无，我则替你倒找工课啦，好不好？真是的。多谢你，多谢你，你放心，只要有钱好赚哦，什么款的工作我拢愿意做。也不过我有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就是你即马除了你迄个越南小妹，你袂当甲其他的人见面，还阁联络。而且不管你去倒，一定要甲我报备。安尼你敢做会到？你放心，我做会到，只要你愿意甲我介绍工作。我什么条件，我拢做会到。我才有一挂钱啦，无你先退转去，先寄转去我啦。多谢，小妹，多谢你。我来开始上班，开始赚钱，你的薪水我来先还你。多谢。别客气啊。姐，这是给赵庆又怪恁爸，是不是就袂见笑的？讲头白恁，伊竟然伫咧阮爸办公室，脚来手来，甲伊烂条条。恁妈无想看嘛，伊家己是啥物身份，竟然敢又怪阮爸，实在是头壳歹。这小查某，真正是神经够拜金嘞，
看恁爸有钱有势哦，是要甲伊高高低，哎，这也无啥物好意外啦。伊真正是够白目的呢，我绝对袂原谅伊。亚君，你来这是要创啥？我当然来是甲你解释的啊。亚君，我的脚是真正去漏着，不是假的。啊，你会看到我跟恁爸爸冷条条，那是因为我真正无法度徛。啊，恁爸爸唔得好心，去甲我扶。所以你是嘛意思是讲，是阮爸主动去甲你冷条条，唔是你主动投怀送抱的是？亚君，你听我讲啦，你诱拐阮爸，互我抓到，而且还佫想要甲代志塞去阮爸头壳顶。所以你即摆意思是讲，阮爸骚扰你是？绝对唔是安尼啦，亚君。我无想要听，你即摆讲的代志，我绝对拢无可能相信，因为我相信阮爸会敢讲，伊绝对无可能介你这种主动倒跳的查某。你即摆就搞出去。亚君。Jessica。不是我要讲你啦，啊天下有钱的查甫人遐尼济，偏偏去诱拐你好姊妹啊爸爸，哦，嘛受过离谱啊！加在阮丈人哦，敢讲真好，免乎你这个小网红骗去。无啊，蔡渣翔啊，你是凭啥物讲我？你为着要一步登天，会当放生你的青梅竹马来娶亚军，啊，佮为着要表示你的忠诚，你会当予你的查某囝对你老婆的神姓谢。亚军因爸爸吼，连你这种吼无道义的渣男都拢会当接受哦。我这是卡清清白白嘛，无甲我前男友讲讲电话，为什么我都会当甲伊交往？哦，讲出来哦，讲出真心话哦。亚军，伊真正想想要叫恁爸呢。哎，亚军是我的学妹，我都甲亚军当作是家己的小妹同款呢。我嫁给因爸爸做伊的小妈，对亚军来讲，我是上好的安排啊。你莫想想啊，我是绝对无可能接受。你即马就甲我离开，马上。亚军。无敢讲，你要让恁翁的前女友来做你的小妈？什么呀、啊？当作有什么意思？你卖利用刘佳来转移焦点哦。我讲的拢是真正，有你当作刘佳文入去恁公司是要创啥？因为伊的目标就是恁爸爸天威集团的总裁谢文良。无可能啦，伊无可能有这款想法，伊无可能介意别的查甫人。啊？我你是当作这个世界拢无别的查甫人啊？伊今日介意你尔？你敢袂想看会起你家己啊？还是讲你当作你的前女友对你这个软烂男，佫念念不忘啊？刘正公，刘正的目标是阮爸，要唔过阮爸看人眼光，伊嘛绝对无可能会介意刘正伟。伊唔知外国进前都已经切割宽度去诱拐恁爸爸，恁爸爸即马吼已经会骗到玲珑西啊，唔再会去天威集团甲恁合作。我就是因为安尼，唔再想办法要甲恁爸爸挽回，你若无，佫唔免外久。刘佳文哦，就会变作是你的小妈。我真正是牺牲我家己来救恁全家伙啊！不过我之前叫伊离开平山的学校，伊马上就离开啊。佮伊伫讲啥物？我伫咧倒位，伊就伫咧倒位。阮即世人永远拢袂分开。啊，这是伊设计好的。亚军，我真正是为着你好，嗯，才会去诱拐恁爸爸。我真正是足烦恼，刘佳文吼会利用恁爸爸来变作伊手内一粒枪器来对付你。所以我唔才会甘愿牺牲我家己。我真正对你用心良苦，你知无？你卖假啊你！头仔想啥？大家拢知知啦。我本来就知影。刘家人才求阮爸想报仇，但是想袂到，伊的报仇就是诱拐阮爸。若是阮爸知影郑尚甲刘家文进前的代志，阮爸就会受到足大的伤害。我无温存，我绝对无温存。来哦，好啊，好吃的点心来了。我南非国宝茶嘞。你是失忆的哟？迄阵啊，咱老拢全部人员啊，好你袂记啊？对吼，安尼爱用滚水配点心哦。
你放心啦，我请阿总哦，炸几包过来啦。嗯，工人难到，门无锁啦，家己你来啦。哦，阿总，哎哎，来啊来啊来啊，哎。多谢你嘞，两位老板，南非国宝茶到哦，请享用哈，各位家，我先来啊，好。无啦，啊，恁两个阿婆即马常常为着小倩的代志咧冤家，我夹在中真为难，我看我是先来哇。大伯啦。阿总啊，哎呦，你留落来啦！若是较等下哦，阮搁弯起来哦，有人受伤的话，你会使做证人啊，对无？啊，留落来，留落坐啦，坐啦。对啦，小妹拢安尼讲啊，嘿哦，留人受伤哦，哎，你会当做证人啦，嘿啦，留落来。哦，啊好啦好啦，啊小妹拢安尼讲啊，我就留落来啦。来来来来，哎呀，是讲哦，这小青的代志，我这做朋友的是无要紧啦。阿姆哥，小东都较艰苦啊，有听到无啊？啊好啦，紧跑啦！来来来来，哎，我跟你讲哦，这滚水呛落去，香味都走出来啊！哦，我跟你讲。我跟他品这旁边，哦，我都满足啊啦！我嘛是，有天然草本香气，闻起来就舒适的哦。而且像我拄食这食饱，秘烈甲文强讲，饮到一茶有天然酵素助消化，饭后喝刚刚好。哦，就胖哎。嗯，真的有够胖哦。哇！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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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胖，加啦，不加？好啊好啊。公会啊，啊，你看讯息谁收起来？有鬼！孟总啊，你卖多啊，收了面头就搞冲康好不好？我这吼，小倩该地球的直播通知啦。啊，我搞追踪吼，是想讲吼要贴红吼，小倩看有啥物动作无？啊，既然已经吼找到小东的警察局啊，我看我甲退追踪好啊，来甲看。哎呦，你也无需要退什么追踪啊啦，你就甲当作吼，你咧看同业直播啊，安尼吼，若是因有好的物件，你嘛会使学习啊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哎，公会啊，你看，人小我安尼啊大方嘞，而且我嘛想要看卖啊，因即摆是咧卖什么产品啊？嗯，安尼哦。嗯。安尼，让你办好啊。喂，公会啊，这是不是你顶个讲的迄个牌子啊？有啊，我哦找足侪朋友去问的，拢甲我讲欠货。啊，这地球哪会遐尼啊有门路啊？对啊，哪会遮尔厉害？啊，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啊？公会啊，你看卖啊，是真的还是假的？看无咧，看无你盯着看。小卢，你咧创啥？哎呦，啊！你唔是要知影真还是假？啊，我著甲嘉义啊，爱寄来了后，咱就知影真还是假啊。哟，小卢，啊是你巧？有厉害啦！哎，我感觉吼，即马吼，唔是看直播的时间啦，啊，即马吼，应该是来好好享受国宝茶的时间。啊，来来来，干杯！
好。哦。欸，你讲，因到今日都无人伫个哦。是啊是啊，就太太因讲哦，要去找吕俊杰爸爸啦，可能会真晚才回来，暗顿嘛未回来吃。安尼哦。嗯。哦。真正是豪宅嘞，水水水呀！哎呦，哎，这饼嘛是进口的哦，一定好吃的啦，试看嘛。哎呦，好啊啦！哎，这人的物件啦，卖不开啊。哦，这朋友坐起来有够舒适啊！一早上午买几啊十万哦，吼！好啊，阿我巴肚枵啊呢，飞弟哦，伊嘛无要回来吃，啊你煮暗顿给我吃好不？袂用的啦，起来，紧回去啊！哎呦，花花，你这几天拢无伫咧厝诶，我拢凊彩吃呢。你今日哦，不是有买 A 五和牛？你整一碟来，我吃看卖啦。哦，你真敢讲呢 ？A 五和牛，你敢知一碟偌贵啊？啊，因都吃遐好呀，敢唔差一碟牛排？啊不，好啊，你要整一碟，安尼给我吃就好啊，好不？袂用的，咱做人袂用这么无老实。老实？哎呦，哎。你骗你甲讲哦，迄安康就是李俊杰，你是有偌老实啊？而且这几年来哦，咱为着要照顾迄李俊杰哦，迄省吃俭用，连哦出门食一顿的好料拢无呢。啊，即马我食伊一块啊和牛，敢会超贵？占人便宜就是袂用的啦。欸啊、哦！咱为着李俊杰牺牲这大呢，吃一块牛排是安怎啦？我不管啦！你愈安尼讲，我就愈想要吃啦。这个牛排哦，吃起来滋味就是无同啊！好，嗯，哎，好啊，来来来，你嘛吃一块，来，嗯嗯，你真正是歪嘴鸡，搁想要吃好味，你安尼敢吃会出来有啥差别啦？哈，当然有差哦，啊，迄歪一嘴哦，拢是迄钱的味，钱就是香啦。好啊，有红酒无？倒一杯来饮啦。你莫想超过哦。嗯，吃牛肉就是要配红酒。迄有钱人因家哦，一定拢有足侪迄好的红酒。你是拣一罐哦，上贵来我饮来。你帮阿家酒啊，你妈好转去啊，啊若无退就转来，安尼就害啊，行。别别别，等等等等。哦，原来哦，安康哦，这五年诶日子过甲这尼啊爽快。我逐天哦有牛排通好食，厝内底哦够舒适，而且够是一间大公司的副总哦。无怪哦，伊会转来哦，继续做迄李俊杰啦。但安康会转来食吼。绝对不是这个原因呐、啊！好啦好啦，我知啦，我讲生笑的，放较轻松的啦，一点仔拢无好笑。应该因回来，
真古白啊！无啊，那哦，可能吼是我做好太太你买迄牛肉精啦，啊有剩一挂肉有无？我想讲甲真真的啊卤卤的吼做肉素，啊较袂吐济啦。啊对啦，啊在外面我看在落雨，你稍等要叫林先生来接你回去无？对啊，我打电话甲叫啊。不要麻烦啦，我安康等下带你去房间，看到天福啊，应该会想办法安抚伊离开这条。李少爷，多谢你的好意啦，我自己来转就好啊，哈。不，我送你回楼下，好不好？不，恁今仔大家吼拢真忝啊，我自己来转就好啊，哈。妈的表情哪看起来怪怪啊？讲吼，我愈想愈感觉奇怪啊！迄个怪唔在乎，一定唔是爸，只是坐在讲面电影，啊唔是在拍电影啊！你莫较拜托，迄边电有迄种人，迄边口头迄种人，啊你不听人咧讲，人生如戏，戏如人生。搁再讲啊，人迄个烟水哦，到头啊，拢有讲啊，讲迄个怪人啊，台语讲啊足好。迄个怪人啊，伫咧台湾待遮尼久啊，台湾话讲得好嘛，真正常啊。好啦，卖阁冤啊啦！非得看到人就知影啦，拢免约。啊，规工大家来走来走去嘛，忝啊！先休困，拢去休困啦。好啦，妈，我嘛先来休困啦，哈。哦，先去。晚安，明天再来。好，再无。好。俊杰，你爸那是真正够坏，哪能有得加一个人会当保护这个囝嘞？啊，这沙土内底哪有声音嘛？刚讲是李俊豪找杀手，要来给我处理啊！啊，好哩啊！原来是安尼哦，好啦，无代志就好，无我先倒去房间休困啊哦，晚安哦。哎，晚安。出来！你跑来不是找你在做啥？啊，我伫看无人伫咧厝诶，我就趁这个机会叫你妈妈煎牛排我食，谁知影食到一半恁就转来啊！当什么时阵？你到深圳等一下来吃牛排，你真正总在死我！你敢知拄只嘛？险命叫我害着，开眼去用误会知无？我知啦，我总唔对啊！吼，啊是讲安康？哦，你即马住伫个遮真正袂歹呢，即款上流社会日子不哩啊爽吼！你即马是讲啥？我对啊。你看衫橱内底拢是迄名牌的衫呢，啊，食的物件拢是迄高级的料理，哇，我真正足幸运你个，会当代替李俊杰享受这所有的一切。你妈是咧讲什么笑话啊？这不是享受，这是任务好无？
而且这所有事都是李俊杰，咱真是有大恩人啊。对啊。一人一块命啦，白白拢写作同款呢。啊，李俊杰哦，出生在一个有钱人的家庭，啊，你呢是善恰人的囝。哎呀，是你偷什么大亏啊？我跟你讲啦，艰苦人哦，较长岁寿啦。你亲像李俊杰，因头这么好样，你看看，伊即马搁倒伫咧眠床，死死活活，还袂精神，安尼够较好。对了，你来讲嘛是对啦。哎呀，你看，你妈妈今日整个牛排啊，才四块尔啦，我即马巴肚足枵的，迄客厅耳朵顶哦，有迄外国饼，摕来我食好无？等伊拢困了，我再去摕。不是，即马就去摕啦，我足枵的啦。好，我去摕。哎，等，阿祖啊，我叔叔哦，倒一杯红酒好啊。你是歹人，我要让你死，看你是不是讲个假笑。陈老，你今晚想怎办？我不困，你该干到什么时候啊？雨倩，你跟我听着，你跟我听着一个声音，有人讲要让我死，你跟我听着。我无听着声音啦。你听好。声音是为遮出来，伊好死，好死啦！真的，搞到我阿娘在开门来做你的主人。雨倩，紧救啊！真正有歹人要跟我害死，啊！我代志，有啥意思吗？大姐，我该弹出去。真的。你袂干，我已经给你弹出去啊！无代志啊，吼！雨倩，真正无人来讲话啊！本来就无人来讲话，陈龙，你有白想好无？今摆已经这么晚啊，你赶紧去睏。什么代志啊？明仔早起来才搁讲，敢好？无代志啊！来。看到陈龙的精神病，敢那愈来愈严重啊！不用的，我一定要赶紧带伊去看医生才用的。雨姐，请你原谅我，我今晚唔来加做找妹，我爱开始加做一个小的，那无？万一去让人发现我跟人太像，关你去内面，那呢，咱的囡仔就无爸爸。雨倩，迄个声音本来即个伫我按时要睏的时阵出现，啊，不过是今晚不管是啥物时阵拢会出现的，真足恐怖的。那呢，迄声音是查甫还是查某的？伊是在拢跟你讲啥？有当初是查甫的，伊拢讲，参照我这款的青梅，根本无资格活在这个世间。安尼，你是安怎甲因的？我叫因念念啊，啊，不过因就是无爱听我的话，所以我一定要保护我家己。医生，我先生要是惊到半暝会起家倒起来，叫他。雨姐，你敢知影？我唔但要保护我家己，我搁爱保护你，啊，搁有你巴肚内面的囡仔，你敢知影？你敢知影？我跟你讲，有当初，伊会伫咧电视内面；有当初，会伫咧布娃娃内面。非得伊拢伫个，你敢知影？伊拢伫个。我知，你较冷静个，你伫遮就安全了，无代志吼，无代志吼。医生，虽然讲阮先生有恐慌症，而且伊进前嘛有失忆断片的情形，啊，不过嘛无即马遐尼严重啊。
恁先生这是焦虑甲张望的病症，一般来讲是重大手术了后才发生的，这是一种后遗症。我看过伊病历，伊之前无偌久要动过脑部的微创手术，对无？对啊对啊，阮先生之前有动过手术，迄是为着要治疗伊的失明，啊，不过伊即马虽然讲无治疗好势，有可能是阮先生互伊家己压力伤过大，所以伊即马情绪才遐尼不稳定。李先生，你要放较轻松的啦，把心内累积压力吼释放出来。不过我唔知影要安怎放互轻松啊。以前你敢唔知影？我最近阁一直做噩梦呢，伫个梦中，我甲人刣死啊！我这敢算是有暴力倾向啊？我哪真正甲人刣死是要安怎啊？医生，哎，又过来啊！又过来啊！慢点，陈老，你慢点啊！慢点啊！慢点啊！那么我真正甲你刣死！叶小英，叶小英，你跟我对调调，你跟我对调调！医生，今嘛是要安怎？阮先生的幻听，阁有幻觉，愈来愈严重。医生，总共是不是应该住院啊？我不会带伊，你莫想办法甲我单调哦。我无要甲你单调，不过你即马即个状况，若是无带伊，是要怎让医生去治疗？你即马的情形啊，才有专业医生来相信你，好不好？反正我就是无爱带伊。我要等你厝的，我若是无闲看到你甲爸，我会更加惊吓。医生，我无爱带伊，我无爱带伊。李先生，不要紧，你若无要带伊，我开药回家就好啊。好，你这药会让你有心情比较轻松，啊，一礼拜了后再回来看就好啊。好，我一定会吃药啊，我照时间吃药啊。医生，多谢你，奶奶，我想带伊回去啊，多谢你。好，咱回去吼，无代志啊，无代志啊，吼。来，我看掉。医生，多谢。是的呢，我拄则是毋是互你感觉足见笑的？我见伫个医生的面头真起笑啊！陈龙，你莫再讲好无？你即马是心内底破病，你莫自责。咱要相信医生，伊会互咱上好的治疗。你即马上应该要紧的是，把家己心内压力莫放遐尼啊济，放轻松的好无？你嫁给我这个遐尼麻烦的翁婿，你一定真后悔哦！你莫搁安尼讲啊！我有讲过，咱是阿婆，都应该互相扶持，手牵手，都要行到老。多谢你，玉姐，多谢你，我今麦真正无法度离开你啊！我嘛袂走去啊！咱即马上重要的就是听医生的话，才有时间吃药啊。有啥物会用互你的情绪莫遐尼激动，放互轻松的代志，咱就尽量去做，敢好？好。啊，我安尼啦，郭胜英到拄好伫遮附近，咱来去找伊好不好？你要找伊做啥啦？这阵啊，我因为情绪的问题，常常对我这个兄弟歹声扫，我心内真正就袂得过的，所以我想讲，当面好友的系列啦。无需要啦，有一挂话电话讲就好啊，敢有需要当面讲？我想哦，伊袂甲你计较，而且伊这兄弟毋是拢足包容你的。啊，不过这声系列，我若是藏在心内无讲出来，佮造成我的压力是要安怎？你就陪我去嘛。好啦，奶奶等一下路的，直接打电话甲伊讲一声，你莫过去。好。你可能梦到啦，对方早就已经封闭啊，那有可能户口完整影片。好啦，咱继续查落。陈一凡。多谢你呢。
妈，你一定要保庇我，早日找到凶手。最近我一直有这种感觉，我感觉凶手就要出现了。李健，陈龙，你哪来？不是，妈，你来这啦。哦，多谢。我陪陈龙在附近看精神科，伊就讲要过来这找你，所以阮就直接过来啊。是啦，我拄则有打电话给你，啊，不过你伫咧讲电话。是嘞，我安尼雄雄走来，敢会甲你搅扰着？家己兄弟讲什么搅扰啦？歹势啦，我偷偷来处理一挂事事，啊，即马出去耍。想要啉啥无？啊，有可乐无？我都无咧啉可乐啊，你是袂记哩啊？我只有冰水，还佫有凉茶，袂无？国顺，我拄则去看心理医生，我真系足紧张的。你嘛知影，咱较早伫咧美国，我若是拄着甚物代志，我的心内若是有受到真大的打击，我拢需要灌一大罐可乐啊。你袂记啊？安尼讲嘛对啦，我即马来去买，啊。啊，国顺，我去买就好啊，你用陪陈龙开讲。哦，好啦，李姐，那呢就麻烦你啊。袂麻烦啦，我马上就回来。麻烦啦。我开始在看真辛苦啊，是不是有什么状况啊？啊，有要紧无啊？我嘛唔知影是有要紧还是无要紧的。医生讲我是焦虑，所以唔才会有幻听，还佫有幻觉。啊？啊，你之前无幻听佮幻觉的镜头啊？啊，今麦哪会变安尼啊？可能是一阵仔受到真侪刺激。比如讲，你去受到甚物款刺激？就是冠廷过了该胖见的代志啦，我真正就自责，我感觉我根本无资格，我根本无法度做一个好爸爸。你莫讲安尼胡白乱想啊啦，你唔是好爸爸，想才是啊。敢真正安尼想？当然啦，咱自细汉做伙大汉的呢，有啥会必要搁较了解你啊？你叫你沈良对吧？啊，国顺，就因为你一句话，我决定了，这世人拢袂用让你发现真相。放较轻松的啦，莫搁胡白乱想，知无啦？嗯。哎，对啊，国顺，玉姐即马大有声，伊家己一个人伫咧外口，我袂放心嘛，而且。领导附近的路，伊嘛无熟，所以是不是应请你跳去甲伊看卖？歹势呢，我最近哦，真正变成一个紧张大师啊！阿麦伫甲我讲歹势啦，好，别烦恼，我即摆随来去看。哦，多谢。你阁真牛巴，甲玉姐独处的机会，若毋是为着要调查恁家，看你是毋是有偷藏啥物证据，我根本袂让恁两个人单独做伙。
陈龙的精神状况真正是愈来愈无好啊。有时阵半暝啊，伊会走起来，对空气啊大细声。哈，若无就是甲房间内底布偶当作是玩具人同款，一直对空气黑白讲话。国胜，你若是有时间，甲阮加带一寡给陈龙，甲伊讲话，甲伊开放一下。你用心啦，我都有甲关心啊。陈龙自细汉就有恐慌症，啊，不过从来毋捌遮尔严重过。你陪着伊辛苦边，你辛苦。你辛苦啦，比起伊一个人爱面对这种状况，伊较辛苦。只不过这个状况，有时阵若是控制无好，就搁会压起来，而且状况是一届比一届更严重。即卖伊还遮尔进步，我相信，保险公像这种心病，嘛一定找着方式来甲伊养好。甲你开讲，我有较安心嘛。多谢你。卖搞客气，个别人爱承受精神压力，未必去用照顾迄人少。所以你爱记得哦，他虽然是感觉家己伫要自杀袂掉的时阵。你一定要赶紧找医生做啥工？我知影，爸的。啊！林登来啊！李成龙，你伫遐领枪？我以后人看破卡手。你是要去倒啊？你也该走落来啊！国顺，我现在上面有代志要处理啦，我先来等啊。一姐，呀，等一下啊，是甚物代志啊？等你家讲。奶奶，我先离开啊。国顺，拜谢。没啦。发现一挂代志，就是唔知影，是不是应该甲你讲？要直接讲啊！安尼转转多多要怎啊？我跟我朋友开讲的时阵，都要讲到咱公司要甲 Rose 合作，伊就跟我提起，伊讲 Rose 这个查囡仔真正足好做的，但是甲伊合作一定要较细腻。你讲 Rose 好，好脏，假装好脏。你看见你就怎样？听到这相片，我朋友跟我提起。所以我就去调查看卖。这几年，咱天威集团愈做愈大，名声也愈来愈响。你嘛知影，你人啊，生到足缘投的，足侪查囡仔不计其数想要接近你。关键做查囡仔，就能先替你把关啊。所以。你要派人去监视肉食性。我是怕我的朋友对伊有偏见，所以我才会去调查看卖，看真相到底是啥。后来我发现，你真正常常在走酒吧，还佫有夜店，而且三不五时就要找查甫人开房间，会当讲是声名狼藉。
我是怕咱若是跟伊合作，无对靠未来，会因为伊私生活的问题，影响到咱天威集团，还有你的名声。所以啊，我叫他做一个吹哨者，铁齿的，要跟洛斯合作。若无真正会害到你，还有天威集团。我听到，给我拢知啊。爸，你讲你听到的意思是？亚君，你关心爸爸，莫关心爸爸合作的对象，我真甘心。你最后讲的代志，我心内有数，在里面来进行。爸爸也想清楚。爸，我主动去调查 Rose， 你敢袂生气啊？没了。我知道妈妈过身了后，你家己一个人做小宝的，也毋过嘛是因为安尼，你搁较袂晓凊彩接受别人的感情。你还知影哦，你是一个黄金单身汉。我无得啊，要接近你的查某囡仔不计其数。我真正就惊你会受到伤害，所以我才会。你是像你爸爸看到水查某囡仔而很尊心。当然嘛，不是。也不过有一挂人哦，足干巧的，而且设计好圈套，要等你跳入去。咱啊，就要防备。别放心啦，爸爸袂遐尼简单，就叫用骗去了。你拄则提醒我的代志，我会注意。爸爸爱感谢你甲我提醒哦，嗯。你是我上爱的爸爸，而且我嘛是你带大汉的，为着你哦。我是什么代志都愿意做。好，好了，宝子，较早下班了。你敢是搁要去接品轩？有什么代志，那等下找就讲。好。嗯。爸。嗯。你在看拍卖会目录啊？是啊。看啥物件会当买起来做公益无？那个钻石跑龄就碎呢，别别好啊！吼，趁机会给他卡油先。你安尼，我就想跟你说多谢爸爸。我先来等啊。嗯。跟没应酬，不然有时间约我吃饭。其实啊，我是有代志要问你。你问啊。我收到一挂相片，冇听到关系到你的代志，我想要了解一下。你没事了哦。我没什么好说的，我相信拿这相片给你的人，我已经跟你说很多了。
所以这相片你嘛无想要解除掉。人甲人交往，靠的是信任。你若是相信我，别人讲较侪我的歹话，你也是会信任我。你若是唔相信我，就算我解释搁较侪，嘛无路用。又搁何必讲？你若认为我就是相片内底迄种人，我想要继续跟我合作，也不要紧。咱会当解约，我即马就离开。等下。干袂晓得个，我阁想要看一下你生气的表情干袂？即马是咧戏弄我。你真足讲话，我因为你不是种人，我相信你的话。你现在才相信我？你敢有调查过我？我你哪会知影？我不是在骗你。我问问你，过去发生过什么代志？并讲看得出来，那绝对不是你快乐的记忆。是我做不对，我不应该现在听人讲几句话，你去相片来问你这个代志。这点我真是做了无好，我给你回信嘞，拜谢。成功有图有真相，还没跟我清楚的事情，不是刚才靠一张相片就能跟我清楚。我接受你的道歉，也多谢你不继续下去，这也是一种对我的体贴和尊重。你敢知影？自从认识你以后，你所有一切，我感觉都非常的美好。你的一举一动，都深深的吸引了我。我将来轮班，安尼失去你一点，我都判断，什么是真的，什么是假，什么是对的。什么是不对？我敢知影，我做想你，我要弟弟一个人，要你属于我一个人，在我身躯边，永远永远，都袂离开我。我爱你，就是你敢若为我开的花。我爱罗斯，安尼听我。你敢有了解我？你敢确定我就是你要找迄朵玫瑰？敢拢唔惊？我跟你做伙了后，会互我伤到规身骨拢是伤。我相信我的直觉。我是知影以后会让你伤害着，我嘛感觉 ，Rose， 希望你我一摆机会，嘛有你家己一个一摆机会，我会好好照顾你，绝对袂辜负你。Thank you.
伊已经跳你来我世界限制，干那差一步计划就会当成功。刘嘉文，你赶紧答应伊，只要甲伊做伙，你就会当报仇啊！是安怎你可不紧答应？紧答应伊啊！安怎？你现在叫我惊着啥？你别惊啦，我要急着你回答我，我会给你时间好好考虑。明仔有一个慈善拍卖会，我希望你不要去。拍卖会上有一条叫肉丝的红宝石宝链，都是我的标落来，送给你，算是纪念，也是我的心意。到那时阵，你再回答我，安尼好不？报告这么久，不就是为着要让谢文良跟我交往？是安怎真正走到一步，我煞丢丢啊！我到底是受伤？那是因为啊，你的心情，这几年遇到代志，都产生西同款，把你的心哦拢砍掉的啊！你才感受袂到别人给你的温暖啊！你讲我心内有事，医生搁这么高，安尼我应该怎做？哎，我去求天公伯啊！不是，是日头。你若万一哦，把你心内窗拍开，哦日头照进来，遐事啊，就达到完事啊。我哪会去想到陈一凡？刘嘉文。不中啥？你老实跟我讲，你来天威集团目的到底是啥？是安怎要接近阮丈人？敢讲，你真正想要跟伊交往？我要跟谁交往，那是我的代志，跟你无关系。你只要管好恁某就好。还佫有，你回去跟谢海军讲，伊对我出一款傲步步路用，因为即马文良上伤心的人不是伊，是我。你为着要保护，敢真正甘愿付出你的身体甲你的未来？我来阮家附近，搁接近平轩，即摆搁想要利用阮丈啦。林嘉文，你当时变甲遐尼啊恐怖，是安怎你变安尼做啊？我恐怖？安尼你嘞？当初想尽办法接近谢亚军，付出你的身体甲未来，看是毋是咱甘混到二十年，敢毋是？我只是在学你。做你当初做过的代志，唯一无甘的是，你用尽心机换来，只是社家囝仔地位。啊，那我，就马上要变成社家的女主人，你可能就要叫我一声妈。你真正有够袂计较你！你是讲你家己，就只有你会当来做，别人都袂当。就因为你的自私自利，我才会决定接近你的丈人，让伊了解。你跟谢亚军到底做过偌济可恶的代志？让伊知影，你两个来见面无？总有一天，我一定爱你，谢亚军 ，Jessica 跪在我面头前，向我，还佮我的查某囝忏悔。你是欺小心，你敢有需要做到这款地步啊？安怎啊？即卖惊啊？会惊就好啊。你放心，我一定让你无法度继续做谢家的囝婿。我让你失去一切，让你追求荣华富贵，到最后拢是一条空。你莫相信我，绝对袂有迄天的。你即马就离开天威集团，离开阮丈人，离开阮的面头前，即马就甲我随离开。紧走，找死是不是啊？今日去甲动手啊？有要紧无？无代志。陈一凡。
伊这悲哀工具又搁出现啦！可惜啊，就算讲你为着刘娇要牺牲家己的性命嘛，无路用啊。因为哦，伊即马介意的是一个超级大富谢文良，唔是你这款哦，市场出身的无名小卒。你讲那对以后，到最后嘛是自取其辱，因为根本就无可能介意。是安怎？我万一有啥好处，那是阮家的代志。介意有介意，我无介意，根本是两回事。电脑是你的，真好大胆，竟然敢来找伊哈！你是袂记啊？恁家住伫附近尔啊？万一去恁家迄个小宝看到，搁要起笑。你赶紧走，别添乱啊！我是安怎爱听你的？我爱听我的是不是？我袂要紧，我正随敲电话互遐，我全部会同意，因为来采访你哦。陈一凡，你卖小鬼啊？小鬼又是谁啊？你当初为着你才这样做口，你唔若无感谢伊，搁放生伊，你即摆好样，竟然搁反头来伤害伊，做这种笨事来干扰死人啊！一凡，你就是讲你是计较着今日是，卖了，那无我就给你好看。来啊，我等你，你给我看，来啊，来啊。听到没有？高爱杰，你这是为了话是不是？和大公子干！你刚在边上，干嘛要进来？遐个人，若是无亲目睭看到地下室做啥物款，根本就袂甲饲。既然安尼，我就心酸伊。那你说，怕什么样子啊？我当早餐。奶奶，你替我做已经有够多啊，有够。你即马爱做诶，就是好好追求你家己的人生，莫去跟阮遮个人有任何牵连。哎呀，你放心啦，我的心理素质足强诶，毋是哦，凊彩笨手骂我几句啊，我就去影响着。你着亲像啊，路边咱若是啊飞几下，诶，我敢断咯？你会当安尼想，但毋过我袂。我绝对袂阁有任何人来伤害我、攻击我，甚至是欺负我的亲人、我的朋友。今仔日因敢爱对待我，我一定会加倍幸福。那你的计划到底是啥？跟我讲讲。你是否还记得？陈一凡，我们曾说好不未来，明明很相爱，可是争吵却接踵而来。我继续改道三工，不过别人那收，我都无要紧。我一日背后支持你，保护你。我一生都袂离开你，你有听到无？不想让悲伤打败，却找不到对你好又不委屈的题材。我在等待跟放弃之间徘徊，不想后悔，也不想噩梦重来，却想不出对你好又不委屈的安排。佩玲，李俊杰今日放假，奈无佩玲嘛？啊，回水行行嘛好啊，今日头遐尔温暖。我知啦，不过我妈爱我来啦，啊，我就甲讲吼，你今日替佩娟阿姨代班，所以就爱我来遮看嘛，快通找着，互伊困搁较好的眠床啊。哦，来安尼哦。对啊，啊你嘛知影，我妈这个人哦，足歹困皮啊，伊对眠床要求足悬的。好，奶奶来，解心梦床哦，一起看麦。哎呦，新梦床，豆豆，来来来，我来先看嘛。哎呀，刚刚怎？哎，凉凉啊，做舒适的。是啊，所以哦，天气豆豆变大，夏天哦就搞诶，我较困袂好，所以困这眠床上好啊。阮这哦是特选冰丝凉感布，袂引起过敏，也不含重金属，是通过欧美多项检验认证的好名称哦。哇，我要是套新凉诶，参像我妈哦，不爱吹冷气哦。热天哦，困这种眠床上好啊，要甲人当先定位，安尼哦，真够拽哦。是啊，我这眠床哦，一点当好你妈困了就安稳诶，就参像沉睡在星空中赶快。
在这个困去哦，起来啊！哦，好啦，我来决定啊。我跟我妈讲了买一顶。嗯，好啊，多谢你，奶奶可以当替佩君阿姨做眼镜。而且我刚要加买一顶。你要好想。以后咱要做新朋友的。你无这个想法，卖我白讲。谁讲我无这个想法？只不过，不过我都不是俊杰啊。我若是跟你求婚，就是在欺骗你。只不过啥？快点啊！你敢真正这样想要，想要嫁我？我才无咧，无要插你。哎，不，快点，好啦，你莫生气，我咧开玩笑的啦。无，互你出啊啦，看你是要出啊，我做什么代志拢会用的。你讲的啊？我讲的啊。好，那你要要出发哩？情侣服装跳钢管舞，我看。啊，你阿威，我哪里用这味的哦？啊好啊，为了你，我就跟你拼啊！我的情侣服装跳钢管舞，你看。你莫闹啊！无啦，我是当时咧闹，我是咧讲正经诶，不要紧，等我练好哦。你坐你敢要再跳一个？根本就唔知我倒一天出事，好不好？我黄山去幼儿园去讲哦，就是我爱生你啦。哦，拍死拍死啊！快点啦！不安尼啦，我替你调查薪水啊，帮你找恁爸母好吗？唔免啊。我认为在这个世间哦，对我上好的爸爸。好了，我知。是讲慧玲，我是要跟你讲，我在你身躯边，每一工都是你的生日，因为你对我来讲，真正做定位。多谢你。来呢，你敢会当唱歌给我听？就当作是你送我的生日礼物。唱歌就这么简单？我就是一个遐尼简单的人。感觉我较早真罕咧唱歌给你听。对啊，你较早就罕咧唱歌给我听的。讲到这，咱好像就连 KTV 都无去过诶。真假啊？啊好啦，明仔载我就唱歌给你听，好不好？明仔载不是我的生日啊。我拄则毋是讲啊，我伫你身躯边每一工拢是你生日，对不？看你遐尼有自信，来，恁明仔等你表演咯。拜托，我讲我是歌王哦，无人敢反对。哦，安尼哦，你只卡认真准备哦，因为我绝对用上严格的标准来甲你评分哦。那是挑战失败，就等你第二温表考啊。情侣服装跳钢管舞。我咧讲啦，我这个歌王绝对袂有你失望的，你放心。因为滴。来，大哥哥。哦，我包括这里要盯紧着呢哦。哇！营业绩好哦，真正不是无原因的啦。你看包装个这精美着啦，啊服务吼个足好的啦，这吼你爱共小学一下。公伟啊，咱下咱两个是咪小试用一下？拜托的，要试用哦，嘛是让小东甲小龙试用。啊，咱两个查甫人是要试用啥？你讲办？不，我不爱用。这个牌子吼，我买过一摆，实在有够贵的啦。我大概用吼，你感觉就偷嘴。哎呦，小东，这个哦，你免惊偷嘴，因为这钱哦是你阿庄叔叔。无啦，我的意思是讲哦，你甲我试用哦，嘛是帮助阿庄叔叔搞我的直播事业啦。哎呀，卖想遐多，千万。这包装哪安尼啊？你看，这字会得擦呢。真的呢，这哪有可能啊？这面膜足贵的呢，包装拢做甲足精致的啊，而且这种物件就是贵在包装，哪有可能安尼啦？是讲这敢是假的啊？拍开试看卖就知啊。哦，你看，这面哪会这歹片啊？我讲这不是假，都是过期的。哎呦！啊，不过这个牌子没甲欠费呢，哪有可能啊？
看一下制造日期啊。好。2024-04-28，美女耶！那今麦哪有可能买到美女？假啦！哎，这小倩啊，过分哈、啊！这面膜吼是查甫囡仔打在面的呢，啊，伊竟然用这种物件，安尼吼，就是爱水的查甫囡仔吼，规个皮肤啥物都出状况呢，伊哪会当安尼做啊？我之前就甲伊交代过啊，叫伊千万唔通去做这种违法的代志，还竟然去卖这种物件，这根本就是诈骗嘛！好呀。